所以哈、哦，提高工作效率方法很多。那当然哈、哦，你可以，如果你会的越多啦，你可以选择的越就越多。当然不是说所有事情一定要写程式来解决。如果像这简单的事情，函数能解决就两下就做完就好了哈、哦。那第一个呢，当然哈、哦，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像刚刚各位可以看到哈、哦，如果你要一次把它全部做完，其实很有点复杂。为什么要 find， 然后要 meet，然后要 if else、哦、至少那我可以拆开来嘛，拆开来之后再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假设刚开始不是那么清楚的话，你可以把你知道的部分再把它一个一个先做出来之后全部再把它拼在一起，那可能就是答案了。可是如果你要一次全部做到底啊，其实错误的几率很，而且挫折感会很大，甚至你可能做不出来。但是你拆开来看应该都会了。比如说找前刮弧的位置，比如说这边我们把它做的稍微精美一点，这边我做几个动作，假设我这边有分拆成四个动作来解。第一个是什么？前刮弧的位置，当然这个地方是使用函数的概念。第一个一定要知道什么文字函数里面会有什么呢？一个叫 find 的函数，所以你往下找它一定是 F 开头 find 函数 OK。当然里面有个摄取函数啦，那差别只是大小写区不区分而已。像那个 find 函数是有区分大小写，摄取函数呢是不区分大小写啊。不过这一题呢，因为是要找刮弧，所以这个没有差别，按确定。那找什么呢？ find test， 我要找特别是找那个前刮弧，所以你就这一边打个前刮弧，要找前刮弧。 within 在哪边？在这个里面。然后呢 star number 是指的是从第几个字开始，如果你空下来的话就从第一个字开始找，那我们就空下来，因为从头开始找。那你会发现呢，在赵大鹏里面呢，如果找不到前刮弧，他会告诉你什么？没有。但是没有呢，他不会告诉你没有，他会用仅这个仅开头的有没有的 value 错误告诉你 OK、哦、找不到就 value 错误。向下填满有找到的就第三个。那如果说我要的资料应该是前刮弧的下一个，所以呢下一个的话就加一嘛齁。那后刮弧的位置呢，其实同样的，其实把这个复制一下公式好了，直接贴上齁。那这边改成什么后刮弧就可以了。那其实也是一样打勾，你会发现呢后刮弧的位置抓到了。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把中间的东西切出来的话，我可以用什么呢？用 mid 的函数。因为 middle 啦，这个就 middle 函数。那文字里面的 middle 函数呢，基本上就是你要切的文字在哪里，在这里。然后呢 star number 是指的是前刮弧的位置加一。这什么意思？不过因为它找不到。什么是前刮弧加一？前刮弧的位置有没有加一？所以不然我们用这个来看好了。这个因为有有没有这个这应该看得比较清楚。 star number 是第几个？第三个字，有没有？那加一，因为我不要前刮弧啊，我要从第四个字开始。几个字呢？后刮弧的位置减掉前刮弧的位置，再多一个字减一。有没有发现第三页冠军？按确定。但是有一些你会发现如果是本来就 value 错误的，它还是 value 错误，有没有？那这个当然向上填满。所以这种 value 错误一直存在，其实不美观，而且也不好看。那是什么意思像很多人的那个试算表里面常常出现一堆井开头的东西。其实跟各位讲，以后如果井开头的东西啦，很简单，你就用什么过滤函数插入一个什么逻辑里面的 if else， 把什么呢？把这个给它。如果这个出现，把它变成什么？这个。那如果没有 value 错误的话，没有井开头的话，它就是放原来的资料。OK， 按确定。有没有 OK？ 那做完了嘛？当然做完之后，你不可能说
怎么样？把这个隐藏起来吗？这样，有没有？不过中间好像有，所以哦，最后当然你要一次全部做完的话，我的习惯是从里面往外往外，就是如果你要一次做完哦，第一步先做什么呢？先做，当然这个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哈，先前刮弧后刮弧再密的，然后再过滤 ，OK， 分成四个阶段。但是如果你要一次做完的话，第一个先从里面用什么？最近使用过的好了，Phi函数，Phi什么呢？Phi这个里面，对，Phi什么呢？Phi前刮弧，然后 VSIN 在这个里面找一下。好，那我先做好一个，剪下来。剪下来做什么呢？再插入外面，外面有一个 mid， 所以我用 mid 呢，找什么？找这里面，把刚刚的那个贴到这边，这个是前刮弧位置，怎么样？加一不就好了？刚刚我做了加一，对不对？那这个地方的话叫后刮弧，所以贴上，把这个前刮弧怎么样？改成后刮弧，减掉什么呢？前刮弧嘛，就是刚刚减掉这个的公式，再怎么样减一，对不对？按确定。那如果你向下填满了，其实已经很接近了。最后怎么样？再把这个公式再剪下来，再插入一个什么呢 ？if error， 把它贴上，双引号，按确定，向下填满，做出来了。OK， 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刚刚就是，先做一个剪下来，再放进去，剪下来，再放进去。当然如果你还有很多啦，继续剪下贴，剪下贴，所以公式可以做得非常复杂，而且不容易错。 OK， 好，所以应该知道我的叙述吧，也就是以后反正你如果会用函数的话，那你就是怎么样，先拆解，先找到你的关键一二有没有三，所以你可以先在后面这边先把这些先做，那不见得一定是这样的啦，反正就是大概的叙述。最后做完之后呢，再把这个结果呢，丢到前面这边来，你再做一次。那我基本上是先做一个 find， 这个剪下来，然后再用这个放到这个 mid 里面，再把这个剪下来，再放到 if l 里面，做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要的。OK， 那当然如果你一下子记不太起来没关系啦，反正你要记得云端上随时都会有你要的东西啦，云端里面的云端白板所以未来请各位务必要把这个网址记一下，写在你的笔记本里面，下一次上课都会用到，每一次上课，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单元的答案都在云端上，然后我预先会把答案放在云端上，因为这白板实在写不下，而且写完之后还会擦掉，但是在这个上面云端的东西不会擦掉，而且你随时想要看你在手机上也可以看，你在电脑上也可以看，都可以参考。OK， 那你第一个单元150，只要是这个图示就是答案，这个就练习档，应该规则很简单的反正回家那有一些练习档可能我没讲到，没关系，你回家有时间自己练习看看因为我真的还蛮想讲的，但是有些实在太多了。而且复杂度其实非常的高，可是却非常有用工作里面如果遇到你刚好可以快速解决，那个问题你就过了，剩下就很多时间，如果你每天都要做一样的事情的话，哇，那真的效益会非常的大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打开刚刚讲的，有没有前刮弧后刮弧，有没有这些都有，最后完整的公式底下呢，再来看 VBA，那 VBA 需要做什么呢？就是一个按钮按下去，啪，自动完成第一个 VBA。第二个是什么呢？上面有个插入函数，会有一个刮弧自转函数，也是一样，拉一下就出来了。那怎么做基本上答案都在这里了，1、2、3、4，4段那你等一下就怎么样？把这四段假设啦，如果你还不会写Ctrl+C 会吧然后呢，放到哪里呢？放到我们的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按右键插入模组 OK 这但预设环境里面好像没有 VBA， 如果预设环境没有你可能要找一下这个其他命令，
常用开发人员这个一定要打勾哦。好、哦，预设应该有了，因为你们这边电脑应该没有还原、哦、然后记得这边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贴上，程式就写完了。然后呢，你可以怎么样呢？这边有个VBA， 贴上之后呢，当然你可以在开发人员里面有插入什么按钮，比如说括号自串，先把这个 Ctrl 键按复制、哦、把名称贴上，按一下它。有没有出来了？那再复制按钮了哈？为什么要复制按钮？因为要一样大。如果你自己重拉的话哈，可能不一样大。再重新指定为清除。啊，这边的话，清除，有没有？哎，所以你工作哦，以后如果每天要按一下，那就全部解决了，感觉应该会还蛮有成就感的。当然，这很简单的东西啦，所以没有很复杂。好，那清除。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是一种形式哦。第二个是插入函数，使用者定义，括号自传函数，给他需要的东西，按确定，向下填满，放开，一样可以 OK。第二种形式，那待会哈、哦、会教各位这两种形式要怎么做。OK 哈、哦，那其实也是前一个阶段的重点啦哦，因为我们练习蛮多的，那只是因为有些同学可能还。不熟啊、哦，如果这个不熟，后面呢就会更有问题了啊、哦，所以后面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哈、哦，来试一下哈、哦。所以 VBA 的两种形式，那如果你实在是很生涩，没关系啦，至少我有把画面录下来。反正呢哈、哦，你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前几堂课，反正你就是还是比别人多用功一点吧哈、哦，只要有空哈、哦，你就稍微看一下我那个细节。如果太快了，没关系，倒带，再倒带，反正呢暂停嘛哈，倒带暂停。那不过特别注意哦，我们的版本这边的版本是2007，可能跟2010或者以后的版本哦，在设定那个什么开发人员有点不太一样哦。刚刚是我们在上面的箭头其他命令里面在常用嘛哈。那不过如果是2010的话可能是在那个什么制定功能是吧，制定功能区那个位置有点不太一样，可能要找一下。不过呢还是叫做开发人员标签你就把它打勾就可以了。